美國亦都會制裁俄羅斯精英階層同家屬。德國總理索爾茨宣布暫停北溪二號嘅認證程序。歐盟外長同意制裁俄羅斯國家杜馬松，支持承認烏東兩個地區獨立嘅351名議員。英國、加拿大同日本亦都宣布制裁措施。普京話：俄羅斯始終對直接同坦誠嘅對話持開放態度，為最複雜嘅問題。